这不是那种吹气的，这是点陕西的。这三个是要供的，他们自己的。那个胸前戴白花的好看。大胸花的是吧？嗯。这搁市场卖多少钱一个？2000。2000。嗯。咱我说你要2000，那给你2000吧，对不对？一个月。嘿，好了不干了，1500-2000，少了这有点四个多月，这不干啥呢？这工人也不简单呀，我拿的那桶一对这么高的桶，这是一对，反正这三个，一天三对。这也不简单，他为抹带多少货？为抹那边。为抹长不那肥嘞。啊？他把为抹带多少？我为抹长不那肥嘞还？为抹你还不够喂玉米面嘞？这长得真好。转过来。来。没事，不让拍，我在这边。你来来怪早，这天天比。那你地方想法的，你来晚上你找个地方。我看我来是，杨宁那家伙，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找我干两份。我说你是来抢的。他弄啥呀？他卖两个大的塑料桶。我还有俩大的嘞，啥狗？塑料红啊，我自己养的啊。家里自己喂狗喂太多了，不好喂，还得给它弄吃的，麻烦。我的天，不上咱养鸡场的，没得那。你专业养狗哎？俺这养了玩儿，多了剩饭不够吃的，嗯。好了，那单养狗嘛，啊，我在这一个给你养了。不是，这狗搁我那里边，它连一个印泥都搞不过去。那狗子，我这喂的都是这一个品种的，它都是入群儿。啊，别的陌生狗进去，那两天没有，你照顾不好都该咬坏了。